回刚抢下来，自己往前带。嗯，今天蔡回刚进攻属性发挥得很不错，而且传的也不错。慢了，吴磊。头球的接射，一下吉安。救世主来了。首秀即有进球。第80分钟，吉安帮助了上海上港，领先了。形容词来形容呢？这个允许用上海话吗？可以啊，西格格啊，有一点这个嘚瑟啊。啊，嘚瑟比较严，不过他值得。他完全这一下吴磊啊，选了一个难度更大的，找两个中卫的之间。我本来说他有些慢，可以往中路去分，他选择直接找吉安。